系统，那我们在台湾就把它改成电子产品。那这个跟我合作的一个小厂，其实是它是一个传统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现在是 KIST， 然后当它转过来的时候就变成三菱，看你多少三菱。对，那我们这一次在下礼拜的运动会有把它拉进来，然后进行做动画。后来有做动画的，就是我的电脑接不过去，所以大家想象一下，我最后会放一张。对，好，那首先我先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动画的发展轨迹。那我在2012年就到三重国小，那时候我是第大一，然后再隔一年在台北，在工作之后呢，在那个数位互动学习的做数位内容的公司上班，然后来就是在那边接触到结果的部分。那再来2014年我上学校就是我是学校的工作班的。那首先我在学校是一开始是先发展对方机械的正版，那时候校长是工程师校长，还有各一组技术的公司发展这一块。那到了2015年就开始在嘉义热血学生最佳热血，我们也去参加了一场比赛。那我记得这时候呢，我们去参加国际大赛，连设备都是有借的，就一开始我们还没拿到借设备，然后小朋友也得到了第一名的成绩，就觉得还不错。在2016年的时候，我就开始做数位的 SMA 的部分，然后到2017年，谢谢，然后在2017年转型成 Kids 小学，然后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全校开始发展资讯课，我从小一就开始上资讯课，那我待会会介绍你第一年级会上什么课。再来，今年的话，预计做一些专题制作，就是我们今年在大概4月、5月的时候去采购的一些设备，就是南区的一间学校来说，很小的学校，学生37位来说，这些设备算蛮多的，对，所以也是希望将来我在这一年、明年可以好好的用这些设备，去让学生做一些复合式的专题。好，那。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西部工艺文化。那这一张图呢，是我在给学生，我放在他们的桌面上，他们的学习地图。那或许有些人会觉得有些有点眼熟，但是我这边是模仿那个42，他们是学生会有一些慢慢的走。在中间的话是每一个学生，那这是高年级的，那他要发展的方向就有像是文书部分的，还有这边应该算是游戏设计，不好意思，字有点小。好，那这是高年级的部分，我们把它分成4个区块，从文书啊、设计、动画、影片去做不同的领域的发展。那你可以看到，蓝色的话是他达成的。那红色的话就是他可能没有经过检核，要再努力练习的部分。再来红色的话就是最后他学了这些技能，他可以得到的成绩是什么？比如说他学了影片的部分，他可以当一个影片的剪接师；然后他学了coding 的部分，他可能可以当做程式工程师啊，或者游戏设计师。他们在最后会有不同的选择，那所以他们在上课的时候就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课程，然后去着重发展哪一个部分。那他们也是有一个对未来蓝图的描绘，比如说他们以后想要当工程师，他们就可以往比较集中往 coding 的部分去找。这是高年级的部分。让我们大家掌声欢迎左西乡的。不好意思，刚才是这是中年级，写错了，这是中年级。中年级学的部分比较广，文书啊、游戏 coding 部分，然后还有每边排版都有。好，再来是高年级的部分，高年级的部分就比较聚焦于做影片制作，因为他们要需要做那个毕业影片。然后这边说明一下，我用第一中高年级是因为我们学校的资讯课是混龄课程，一二年级一起上，然后三四一起中年级，五六一起高年级。所以在这时候的时候，在这时候高年级他们就会做影片，那毕业班是做自己的毕业影片，然后五年级的话，他们就做欢送影片，对，那他每一年就是一个循环。然后在高年级的部分，他们会比较着重于做影片，再来就是做上面的专题制作。然后左边那一张图
或者是它里面的一个架构的，那我是希望我可以把上面中年级、高年级甚至低年级全部组织起来，然后把它组织成一个完整的一张图，那他们从低年级学到高中年级到高年级就会形成一个循环。然后我们设计是高年小区块是每一组学生要去完成的，那他们把每一个小区块拼起来，